大家好，很开心能遇到你，我是糖糖。在王者荣耀中，皮肤的制作水平已经得到大多数玩家的认可，不管是模型还是特效的设计都很用心，特别是游戏品质多次升级之后，皮肤的特效显示更给力了，自然也就吸引了更多玩家入手皮肤，但又导致了一个新的问题出现。